欢迎继续收看《上界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》。今日真多的古晋节，中和社区规定要去顶拜，会当感受到过节的气氛。特别举办庆祝古晋节的活动，社区之间带着顶拜做伙来跳舞，也来耍游戏，甚至中昼时啊，搁办桌请因来食饭，和参与的顶拜拢感觉真欢喜，嘛过一个无同款的古晋节。阿公阿嬷做伙耍着游戏，每一个是拢耍甲真欢喜，所以佫跳着舞蹈来庆祝父亲节。今仔日，庆祝父亲节个，是参加即款也真快乐啦。有运动有走个，皆真好啦，大家真快乐啦。而且有高龄96岁阿公，欢喜甲全程对来跳舞，拢袂化忝。来参会阿公嘛，拢表示来甲社区老人甲老人做伙庆祝父亲节，实在真趣味。我来讲，我来遮真快乐，比伫厝咧庆祝父亲节较快乐，因为人较济。今日一度的父亲节又过到了，中和社区为着要让长辈感受过节气氛，特别举办庆祝父亲节的活动。当中社区志工带着长辈来跳舞、耍耍游戏，甚至中昼搁办桌来请因食饭。那么社区理事长也是我们的里长，跟总干事相当的用心，集合了社区的资源，今天来做一个庆祝的一个表扬活动。同时也有我们邮政的一个处长来这边带领团队做公益的关怀。我想活动相当的多元，还有我们才艺老师的带来的表演。让整个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生动活泼。当然，咱的时代大家足爱参与这个活动，因来参与这个，会当让你感觉讲因足快乐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阮做了嘛真欢喜，哦，啊，而且热闹，哦，嘛请人食一下饭，哦，这是阮的心意，哦，嘛期待，哦，咱漳河社区漳河里的人，大家时代，大家拢会当同款的快乐，哦。有闲就来遮，阮遮行行咧吼。欢乐气氛当中，毛夫妻之间的甜蜜对唱，场面是相当的热烈。社区嘛希望透过举办这款的活动，和因老伴之间互相庆祝，拥有一个无同款的父亲节回忆。记者林雪草报道。